大家好，下面演示 YGB 232D 型非织造布反湿量测定仪。本次实验使用标准 GBT 24218.14。打开仪器电源开关。将做完液体穿透实验的试样放置在基板上，测试面朝上。点击测试键。压块下降，挤压试样，停留3分钟。3分钟结束后，压块自动上升。关闭测试键。擦干压块下方 PE 膜上的液体。取2层吸水纸，称重，记录其质量。放置在试样上方，点击测试键，压块下降到试样与吸水纸上进行挤压，停留2分钟。2分钟结束后，压块自动上升，上升停止后，关断测试键。取出实验后的吸水纸，进行称重。2次吸水纸称重的差值为该试样的反湿量。将其余试样按照相同的方法进行测试，获得实验结果。这就是我们大容仿仪的 232D 反湿量测试。